今行くから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哈姆。好的，来玩这款标签生存。OK， 今天是12月1号，这边是语言嘛，然后游客 Facebook、Google。游戏看广告看到的，11月29有更新，然后没有然后了，发布日期11月12哦，是 Play 商店上面的显示啊。那边的显示不一定正确。好，挂机游戏吗？还是肉鸽游戏啊？割草游戏？我来设下摇杆，不知道待会是会不会自动。好，可以换角色，有一个登场技哦，这么嚣张。这边有加速哎，嘣！哦哟，好可爱哦。被打了，被打了，怎么换人？欸，有肉鸽了是不是？这什么？啊，看起来是肉鸽割草，然后可以换角色。然后是场景给你感觉是 3D 的，然后人物是 2D 的，我都随便选啊，看不懂啊。这边有这个水母欸，还有这个花花草草帮我们设。有这个摇杆会不会太上面啊？应该下面一点齁，比较不要挡到我的画面。真的是增加金币耶，不要动，要感受下面一点。哇，我被打死了。这个是弓箭手，场景是 3D 的啦，但是我们是 2D 纸娃娃，纸片人。然后是 Q 萌的少女，我以为敌人有那么多啊，我有点受不了，那个蝙蝠一直追着我。快死掉啦！快死掉啦！哎呀喂，怎么那么难的肉鸽啊？哎呀喂喂喂，发生什么事？这大的史莱姆，这游戏下载次数5000加哎！嘣嘣嘣嘣嘣，我连第一关都要死了，吸一下我们的钱钱啊！好像三个人是共用 HP 耶、欸，是吗？哎、欸，没有共用 HP。这只比较强，我这只比较强啊，是不是？我换一下。对啊，技能不一样。就是我刚刚那只，它有那个两个小精灵在旁边帮忙射，应该是这个绿头发的。怎么打这么久啦？好难打哦，受不了！这有一个东西耶，吃不到，在这边，我被关起来了。哇嘞！哦呦喂啊，反应太慢。哇嘞！就是你看到来不及了，所以要一直动。啊，过关过关，好难哦。不太无脑。我需要无脑一下，我现在用脑过度。账号任务，什么账号啊？哦，又获得一个角色诶。机师。鸡丝面，
拿弓的啊，按住，强化它一下，好，升级。嗯，这边还有装备啊，这个可以让他穿一下。我们现在有四个角色诶，那有编队吗？有编队。N 角，我要点击谁呀？红头发哦。我们这个是盾的嘛，然后我们刚刚是靠弓箭手在打。这个二级嘞，要换吗？这个战力比较高，因为它二级耶。这个更低，先这样吧，先不用改了。这边有战力，我们看看我们可不可以养成一下下。好，这个游戏非常画面非常大，确认领取这个有点 bug，认领框框，认领正方形，小 bug 啦。我感觉这游戏是韩国游戏耶。我看一下这个厂商哈，我来看一下游戏厂商，MNM Soft 哦。嗯，看不出来。我感觉这个力会有点像韩国手游啦。整个这个 UI 啊都超级大，加上我是用全萤幕在玩，所以就会很大，跟你们用那个手机平板玩就不太一样。这个手游看起来是在酒馆，春风的射手。有没有什么图鉴呢？没有图鉴，没看到图鉴呢。这我自己解锁诶，可不是我解锁的啊。邮件，一些福利吧，还有维修福利哦。那个钥匙不会是要去地下城吧？然后活动，嗯，12月了，12月再来就是圣诞节啊。圣诞节玩就是新年啊，新年玩就是农历新年啊，然后就情人节啊什么的，每年都这样子嘛，游戏就是这些在循环。这边有幸运转盘，我们有50张是不是啊？我们把这个首页看一看啦，因为那个战斗就是刚那样嘛，就肉鸽割草啊。我不是转十抽吗？难道说刚刚是免费的？免费单抽，抽完了剩40抽。战斗力排行，有一些国外玩家，还有中文玩家，色色萝莉，确实啊，这个是大头娃娃、小萝莉，都是 Q 萌的，所以我才说它很像那个韩国游戏耶。这边有探勘呢，这个是放置挂机吧？放置收益一些啊。这地下城，地下城我刚刚说要钥匙嘛？啊，没有，这是卷，所以钥匙不在这边。就钥匙掉了怎么办？又来，钥匙掉怎么办？钥匙掉了，你如果回答捡起来，就说要送医院，因为你快死掉了，要死掉了。你如果说送医院，我就说钥匙掉到地上捡起来。不管你回答什么都是没有用的啊，这时候小朋友我就会教他们要死掉怎么办？捡起来送医院，对不对？捡起来送医院就好啦。这解锁这个加强佣兵团，我也不知道干嘛的。这边装备，诶。都穿了啊，好，刚刚三星哦，玩那么烂还三星，敌人真是密密麻麻朝我包围过来，哎，我要打，能不能打哦？可以的，就是点这个没有嘛，然后点这个也没有啊，
他点这个头啊，他没有变一个手指让我们知道一下可以点。我已经知道了，你要么就用弓箭手啊。我先专心用弓箭手。那这个技能是干嘛的、啊？喂喂喂，这大招哦！真的假的？黑色的剑，我不知道说冲下去，这个吧，人生领域应该有一个，对啊，就是这个啦，洛哥一定要选这个啦，不选这个哪受得了？第一天是包裹哎、欸，来个锤子吧，我们换角色哦，你看啊，我换角色，哦，还在就好。这是法师啊，然后这个是骑士，是吗？看不出来、欸，哎、欸，他骑士哎、欸，骑士怎么不见了？就是我们换的时候，对，他会放这个技能，算是登场技吧。嘣，一把剑，然后你这个换的时候还会，嘣，喷火嘛，这个喷火，啊，这嘣冰，有一个大的恶魔来了，捡人去，我们会丢药品的，丢水瓶，嘣。冷却中，所以这个技能是联动的，联动你的换人，换人冷却。哦，还不错玩了，还不错玩，这游戏还可以啊。有没有？我比刚刚厉害了啊！我比刚刚厉害多了，因为一开始我就啥都不懂啊，啥都不懂就乱玩啊。不再看东看西啊，那你觉得太慢你就加速一下吧。我觉得已经够快了，再加速我会崩溃。你看加速 1.5 倍，我得崩溃啦，崩溃啦，直接崩溃啦！发现宝物，锤锤锤锤锤！哇，好多、哦！哇嘞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宝物这么重要，难怪我刚打完打半天打不死。画面太乱了，我已经找不到我的鼠标了。啊，有个 Max 说，通常 Max 会变比较强啊，要选 Max 会比较好。没选好，哎、欸，来了。好啦，随便打，我们这次应该是可以轻松过。毕竟我们已经不是无下阿蒙了，跟你硬刚有没有？硬刚就过了、啊。那我们就玩到这边啦。我是哈姆，喜欢我的游戏频道，欢迎订阅、点赞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大家拜拜。